职。我他妈知道。阮真真为我做过什么？啊？你问他为我做过什么？他给了我一个肾，那个肾是他的。大学那次出国换肾是他陪我去的，肾是他的。他摘了一颗肾给我，你问他为我做过什么？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他。就是个傻子，太为自己瞒得严严实实的，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我又不是像他那样的傻子。我手术第五天，他扶着墙过来看我，三伏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说什么重感冒怕传染给我。他当我傻呀？从那以后，他换着衣服也要避着我，就怕我看到他那刀疤。他不想让我知道，他怕我觉得亏欠他。了解我，我最讨厌被人欺骗，被人利用。需要您的资料，全部都还给我。他的事儿我不会再查了，你要查，你继续查，不要利用我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冉真真。哎，小姐，您的包。冉真真，你把这个资料啊带回公司。嗯啊，好。然后呢，你让张副总他们开个会。嗯。然后让阮真真，姓阮的你别走，把话说清楚。我逼你去打官司，我让你追查收款人，我看你案卷资料，要你银行流水，就是为了利用你是吗？啊，你是这么想的对吗？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我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样的人啊？你是不是没有点心啊？我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阮真真。开门，开门！小丽，先去吧。啊，阮真真，阮真真，喂！哎，阮真真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我要把话说清楚。行了行了，你够了，你到我那儿再说。快快快快快，听话。